我们还在大洋博物馆穆斯林馆啊，这里边出现了好玩的东西。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这儿看，哎，这边呢是个十七号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着方方正正的，到底反着用正着用的？哎，如果玩过呢《刺客联盟》这游戏的，大家都会觉得不陌生了。这是一个呢匕首，匕首怎么用呢？要把手指头放在后边两个把手那儿掐着，然后拿出去扎人。外面的轮廓起到什么作用呢？保护你手的作用。那这样用这个匕首的时候呢，第一不容易被人打掉，第二呢，敌人的兵器呢砍不到自己的手上。哎，这种保护措施呢是相当健全的。但是这种匕首到底是谁发明的呢？其实呢，在穆斯林世界呢是相当流行的。我们眼前看的呢，这是来自于蒙古的莫尔沃王朝的一个战斗实用型的匕首啊，是不是奇怪的知识又增长了？会觉得